伫咧桃园有一个查甫人指控，讲伊在住防疫旅馆的时阵，吼，即个毒虫咬着，痛到无法度困。啊，即个桃园管理局是表示讲，即个旅馆已经改换新的房间，即算作是消费纠纷，唔是即个防疫措施的作为。阿妈棍耳珠也阁有头皮来，拢互虫咬过分只。为中国深圳回来台湾的赵小姐向市议员投诉，顶个月二日入境回来了后，住伫鼓山区的防疫旅馆，去予虫咬，毒液入侵淋巴系统，痛到无法度困，已经去看病两摆啊。连吃3-4天的止痛药都没有效，都没有办法压下来这个疼痛。医生是说啊，你这个被虫子咬，后来医生又有再去查，哦，这个是臭虫。饭店表示，拢有定期请消毒公司来消毒。目前也只有一位人客反映去予虫咬的情形。第一时间除了换棉被、枕头、被单，也已经将房间升顶做豪华套房。另外，医药费饭店也会专业负担。你想去抓哈，它就可能会把细菌带到皮肤里面去。好，那严重的话，当然就是产生所谓的蜂窝性组织炎了。它更严重的话，有人甚至会起水泡，甚至那个细菌沿着淋巴。一直往上面延，就产生了急性淋巴炎。市府管理局表示，桃园境内有28间防疫旅馆，拢总有3163间房，使用了后，整治24点钟才会进行消毒清洁。这间饭店这个月初二已经实施白蚊虫消毒。业内防疫旅馆头一摆发生这款的代志，属于突发消费纠纷，将请消保官协助处理。记者综合报道。